来个这个吧，看我来选择一个，来个这个吧，大的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好沉的。哎呀，这也太好了，这可真脏。这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哇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全是印儿。太大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一个小的。啊，看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爷爷，看。看能起多少啊？ 咋这好啊？这我妈我爸柴进来的啊！太好了！拉一车溜来了啊！赶紧的，我的妈，赶紧的，赶紧来呀！我刚才我姥姥跟姥爷上哪去了？拉一车来啊！拉一车来！刚才刚回来。刚到啊！溜连刚到啊！你看见高点吗？我跟你说，赶紧的，就完事儿了。刚到啊！不服一杯。哎呦我的妈！可香啊！闻着臭吃的香。 来晚了就没有了，我跟你说全，哎呦我的妈，这真招人稀罕呐！妈，赶紧丢犊子了啊！这个真丢犊子。哎呀，这个房房震荡啊！看着没有？五房上全震荡。哇！咱不是吹牛逼的啊！这个震荡，自己看。家人们啊，来看着没有？这个不是吹牛逼的，咱家这榴莲来。我是大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 看着啊，就是一个榴莲，就这一大盘子。我的妈呀，太，赶紧的，赶紧的来，来，快要大了。看着大吧，来来，走，来，姐姐给你了。妈，他俩互相谦让，来，弟弟先给你了，今天。快吃。哎呀，他，哎呀，慢点儿，加墙上了。哎呦我，那大块。嗯，我问问呀。 对对，我那来点剩的，不能多吃。想个大的给旁边蹭蹭吃。嗯，我太香了。妈，这也太好了。太好吃。太好了，奶油冰凌啊。嗯。冰凌啊。真香。 香，嗯，弟弟哪儿去？他没吃了。妈，弟弟这儿呢，弟弟这儿呢，他没吃了。哎呀，蹲那吃了。家伙们，站起来。不然俺怎么看？这就是。哎呀妈，太香了。太香了。妈，太香了。太香了。这正好啊。我还得多震荡呀，香了。这榴莲都震荡。 这最好吃的榴莲，我的，嗯，那好吃，有好几个买榴莲的，嗯，有不让你拎货呀，不让。他们都来买的，对。不行，你不得向着你的我吗？是吧？嗯，我这教一个这个，真好。嗯，别喊起来，这还这么叫我呢，这，得了呗。把这榴莲太好了。 我跟你们说，这榴莲谁进的啊？哎，我让你们看看啊。这是我老妈，那是我老弟，老弟，来来来，给来个脸儿。哎，我老弟还有我老妈进的啊，就是货进的，我跟你说，属实没毛病啊。老姐们，你看看啊，就是都成箱买，刚才都买走好些了，都成箱买了啊。赶紧的，完了。这真好，多么可口一个这个。 好吃这些了，我太香了。我一个都没吃完呢。你慢慢吃，你小吗？我大。这本来就是点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吃不了锅里，吃不了锅里，吃不了锅里得。嗯，吃不了锅里。那不你还想吃啥呀？兄弟，我们来一块儿吧。你来一块儿吧。没事，你留哪一块儿？给我拿走。 你留一块，这花吗？我来一个盖子，嗯，这盖够了。妈呀，这真。